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1.69万亿元，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.2%，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.67万亿元，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.2%。增加的国防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推进军队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执行，保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实施，全面加强练兵备战，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；二是加快国防科技创新发展，推进现代化后勤建设，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，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；三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，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，提高现代军事治理能力；四是改善部队练兵备战和官兵工作生活保障条件，健全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待遇政策制度。全军将树牢过紧日子思想，强化高效低耗理念，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，提高国防资源使用效率。